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牙口甜甜豆呀，小铃铛，打个招呼。嘿，小伙伴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，介绍我们的这张地图是一张趣味生存地图，叫做我是一只爆爆蛋生存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当咱们进入到这个世界啊，自己变成了一只爆爆蛋，你该如何生存下去？当然在咱们手中的话还有那个两个技能，分别是一个爆炸技能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躲避攻击的技能。这两个技能的话，那个由于咱们两个是那个什么变身的状态，所以那个这些掉落物咱们都不能捡的。在这个游戏开始之前，我还是得说一句废话，就是那个亲爱的小伙伴们，看我们的视频一定要那个记得四连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，还有那个什么推荐。你们每点的一个我怎么变成猪了，你们每点的一个赞都是对我跟狗当做视频最大的支持。哎，我变成人了耶。对啊，我变成人了耶。你可以捡东西了吗？我可以捡东西啦。哇，哥哥好神奇哦，原来被这个一打就可以变成人哎。哦，这张地图如果能这样的话，应该我再死一次的话，我又变成了那个爆爆蛋。可是你东西会掉。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，我先把我背包里面东西那个做一个箱子，用箱子给它存起来，保存起来不就行了吗？爆爆蛋开箱子吗？虽然说爆爆蛋可以那个好像是可以开箱子吧。我先撸几个木头试试看。哦对，这张地图那个想玩这张地图的小伙伴就去搜索作者，他的秘密号是59250869。好像是吗？什么好像是吗？你想说什么？哦，对的对的。我用手机截图的，我还能记错？我还能念错？我打出来了，之前打只鸡。好，三个，我先做个合成台前。做个合成台再做。鸡的伤害好高哦。肯定啊，爆爆蛋的伤害特别高。哎，刚好咱们等晚上去试一下，看一下咱们现在以爆爆蛋的身份站到这些怪物面前，他们会不会打咱们？好的。你从那个仓库里面提取一个那个什么昼夜烟花吧。好的。我来做个箱子，把我身上的技能给他那个保存起来先。箱子的话还需要那个小木棍。你过来看一下，能打开箱子吗？等一下哈，应该是可以打开箱子的。你怎么变成爆爆蛋了？我又变成爆爆蛋了吗？没有吗？没有啊，我现在是人啊。可以打开箱子。哎，可以打开箱子，来打死我，打死我。但是我现在看你是爆爆蛋耶。你打死我。好，我又成功的变成了一个爆爆蛋，我把箱子里面的技能拿一下就 OK 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方法特别好用。我现在放了。那这张地图的话，咱们可以那个一直玩下去啊。对呀，那昼夜烟花在箱子里面。好看一下晚上，它应该是没有禁止那个什么怪物生存的。哇，移动速度也特别快。它设置了那个时间锁定吧？没有啊。我这边有点卡，估计是。哎呦。疼不疼？疼不疼？吓我一激灵。好像周围都还没生成怪哦，对，那个夜色还没降下来。这个躲避攻击就是给咱们一秒的那个什么盾。对呀、啊，一秒钟能跑多远跑多远。想要变成人的话，找个屠夫让他打你一下就 OK 了。附近有屠夫的。我仓库里面还有屠夫蛋。哎，你怎么变成那个了？怎么变成酋长了？我怎么变成人了？再打你一次看，你刚刚是不是死了一次啊？给我打死了，我的东西！你真的好讨厌哦！哎，好像升怪了，看这附近有没有怪。我得去找一个爆破蛋。哎，我的东西哪去了？你捡不回来的，你现在这个状态。我可以找酋长打我一下的。嘿，爆爆蛋兄弟，我是你的兄弟，看着我干什么？
两个小眼睛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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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似乎在给我点头哎。他不会打你是吗？不会打我，我他只会左键攻击我，但他不会炸。哦，你们俩是同类吗？对啊，他是不是嫉妒我长得帅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他身体都发亮了，我炸死你！快给我打死！哇，疼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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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疼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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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看一下出现，看一下出现在那个什么野人面前，或者是那个什么这个弓箭手叫什么来着？弓箭手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我还会打我哎！这个不是野人吗？都会打，还是会打。完了，我强制性的死不了。但包不蛋的话，那个包不蛋在咱们面前的话，他不会那个爆，不会自爆。好吧，那也挺厉害的了，也挺不错的啦。咱们的那个普通伤害也挺高的。战地图可玩性还是挺高的，趣味性还是挺高的，可以带上小伙伴们一起来玩。是的，嘿，来打我呀！砰下看那个蹦，你看空手三四下就可以把包包蛋给撸死了。我在疯狂的炸。咱们想要挖矿的话，那个可以用这个方法，这个爆炸技能的话，它冷却只有那个0.3秒，不够一秒的时间。不过我炸不上去了。嘿、hey, 包不蛋兄弟，你在干什么？别打我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呢，你说对不对？你就是记得我长得帅。你们俩长得一模一样。我是包不蛋中的那个哎呀，打脸了，他刚刚炸了。那估计也只是外形变成这个样子而已。对啊，至于怪咱们看到咱们还是会那个主动攻击的。对的。这个爆炸伤害也挺高的，但要是肚子饿了，咱们没办法吃东西啊，这个状态，还是得找是得找屠夫打咱们一下，来打我一下，让我变成猪。这屠夫的眼睛真的好小哦，直接把我打死就过分了。来打我，让我们变成猪。好，等这个猪的状态消失之后，我就可以捡东西了。别变我，我不想变成猪，我还是个包包蛋。好，捡回来了，炸死你！又把我变成猪了，看一下再次变成猪，我还会不会变成人？还是变成人了，来吧，要不咱们先结束这一期了吧。嗯，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